这一组是模组式的警示灯，然后它是可以组合的，那它就这样，上盖也可以打开，然后这边是连接线，如果还有第二层可以直接接上去，然后可以拆开成这样。那组合式的好处就是说，到时候我可以临时再多加一层或减少一层，然后如果灯有坏掉，就可以直接做更换。那这里面是 LED 的，然后组合起来就这样。那可以通电测试。那这一组是24伏特，那只有红灯就用红线，红线接这一个，这个是闪光的线，它就会闪光。那红色跟这个常亮线，它就会常亮。那这有两条黑色的是电源线接24伏特。